假日实际的一年就是讲，阮师姐吼，就是因为听着收音机咧讲，花莲有一个师傅，搞一我讲，同齐然后坐迄个透早迄个慈济列车去迄个金色参观了后，大概九号伊的时阵去南投保利港浮的连锁转，到迄个开始回来了后，再开始见习加培训。那阵我拄好入来时阵，阮总秘书拄好欠一个翕相的，因翕相以前我未入来慈济的时阵。咱讲实，我都已经有伫翕啊，讲啊无翕相，我来翕较紧啦。做证了后，拄好咱迄个伊瓦东吼培训拄好拢无人翕相，啊尾仔讲好啊，无我来，已经十几年啊拢无间断。培训了后，有一挂相片爱做回顾带，才开始在学电脑，会晓讲问伫问，即马电脑就是我会晓，啊才开始在做剪接、做播放档。伫培训的中间，对带人来讲，你爱从你所捌的、你会晓的。你也共讲，所以有迄个心吼，才有法度讲来甲咱学。啊，你也讲，啊，咱功夫拢藏掉，拢唔共讲的时，拢唔共教的时阵吼，人对一撮人就歹甲你对啊。因为真善美这个工课吼，出班的时阵就是讲，啊，比人较早到位。活动结束的时阵，收收阁上好位走，回去吼爱阁整理。本来阮师姐是讲叫我爱换个跑道吼做做看，我甲阮师姐讲，即卖人有诶无遐侪时间拿入来整理。不过我换跑道的时阵，惊后继无人。还是我继续行这个跑道就好啊。咱实际是要翕迄个人文的美，外口你翕的是要翕风景的水，所以讲这是无同的所在。照一句上联的话，就是讲用心啦，就是爱用心，用心就有法度去翕到你要所爱的物件啦。